我有点感冒，感冒了，装修声很吵，突然修电脑，电脑坏了，修电脑，有个事要考，现在是普通话考试，前天没时间，我出去有点事儿，昨天没灵感，今天是死线啊，我一定完成的。明天再看看，明天再说吧。马上就好，马上好，明天能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小表弟能乐呀，快乐似神仙，舒服。早上不存在，中午没状态，困死了。下午发呆，我看你发呆而发呆，晚上过得快。